没关系，我们还有下一场。我只刷了几只恐龙丝，它就跳了。为什么现在没有人打裸霜三不朽？因为那个冲突之间的赤蛇改强，只要你跳出赤蛇加狗是完爆三不朽，还有那个百生虫也是完爆三不朽。所以说他要挡住你三不朽方法很多。他如果说是出百生虫那种的，他看你出门狗跟你换家，家里百生虫加地刺守住，你这场就不没得打。那不然的话就是用赤蛇啊，也是一样用狗先绕你，然后拖你时间。赤蛇大概九分出头会出来，九分多了，大概九分半吧。只要刺蛇出来了就很好守，加地刺。那以前刺蛇的那个速度很慢。那莎莎是可以升那个，好像主音不是刺蛇、欸，我想一下主音是什么？主音应该还是百生虫吧。总而言之，现在就是没什么在用。是刚那个吗？那我打一招别的，我打别的。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打别的东西，我打那个极限两不朽，好吧，极限两不朽。不要再用那个四不压他，等下跳了，这样根本就没有打到那个三不朽。我们直接出不朽，不要去压他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你没有足够的能量不足。对啊，其实打字打久就记得哪个键在哪里。我也是觉得英文版的键盘比较好看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能量不足。来，咱们直接两不朽一波。不朽一波，其实第一个水那个 B 军应该是盖家里就好，不用到这里。因为我刚刚是临时起，我刚原本是想要那个的，把先盖水晶在外面裸霜的。好，差不多拉一只过去了。先查一下。能量。要做的是狂战士哦，要堵这个口。因为我杀比较晚侦查的情况下，他、如果实力怪，我没有那只狂战士就 GG， 有那只狂战士的话就有的打。那个狂战很重要。哎呦！哎呀！哎呦！为艾尔而生。你需要更多的探测机证书。我没有看到他的那个哇死红盖啊。你的探测机证书。他的兵出来时间点是有可能。是有可能那个的。审判已经到来。是有可能放我速狗了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你必须把它放置在能量异常内。哇，被看到。好害羞了。不需要更多高能瓦斯引导我们。他们算了，看到守住了。下载指令中，以艾斯之心我们请。这招就是不会守，你也守不住。单瓦就好，不要跟他双瓦，单瓦就好。我们正在等候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这个母舰核心应该是后面才做，我不应该一开始做。我看杀了我的那个不朽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打法有点时间没用。以前打比赛有用过一次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啊，
没事没事，我错了。刚刚 VR 的第一个东西应该是出人境，不是出不朽。难怪我觉得奇怪，瓦斯不够，应该是先出人境才对。我们将因为人境要过去吓对方的。然后听话。有一只没关系。看一下他会不会守，他如果不会守，应该是直接挂。你必须把它放置在能量异常内，给我们方向。优能网络补强中。我回来效命。研发完成。你的战士们正在与敌人交战。躲起来喽。回到了马纳卡。提纳拉阿图。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，你必须把它放置在能量异常。我流程不太顺，不太对。这八分就要打了，我这流程不太对。流程应该说我的那个流程慢，这是八分打的，那已经慢了。那我已经慢了30秒，跟威力有差。为艾尔而生。安安，是你。不杀老子血！你必须完成。把这蟑螂草打掉就好了。哦，天救了，天救了是。这边刷团一下，超猛！用脑的，用脑用的，有难度吗？这操作更没难度啊！我只要在原地刷团这些就好，然后上下我的步骤，超猛！对，超脑残，超猛！基地正受到攻击，为海尔而生。来吧，游戏。受到攻击。